娱乐圈长得帅又顾家的好男人很多，陆毅算是其中的一个。很多网友都很羡慕陆毅的妻子鲍蕾，说她嫁给了这么好的男人。而婚后作为全职太太的鲍蕾幸福生活，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。微博日常除了晒靓照、晒孩子、晒老公，与陆毅的小互动都是满屏的爱。5月13日母亲节，鲍蕾晒出了小女儿为自己颁发的最佳妈妈奖。她写道，母亲节收到小叶子给妈妈颁发的证书，集齐两枚证书，妈妈会继续努力的，爱你们。据悉，在2015年母亲节的时候，贝尔也给妈妈颁发了一个最佳妈妈证，而这一次，鲍蕾把两个女儿送给自己的最佳妈妈证拼在了一起。不过，将小女儿的这张照片放大，上面的亮点还是非常多啊。小叶子在证书中写着：“感谢妈妈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，还说妈妈是最美的。”而最大的亮点则在于照片上的颁奖人的位置，赫然把小叶子的真名都曝光了出来。仔细辨认可以看出是陆雨汉三个字，再联想到姐姐贝尔的名字是陆雨轩，同样是雨字，后面也是草字头，这样的取名真是相当有爱了。